方，但基本上我的线是非常明清，它只有要跑掉的时候，我才会把它制止它。而且跳这么高，可能四五了，都已经六了。你到外面一出生，事情发生事情就变成十了。所以你现在就要用很 calm 的 energy， 然后这样说 no。刚刚同样的方式修正。如果说我都可以感觉到了，他一定已经感觉到了。所以你现在基本上是占下风，他一直在刺激你。对，所以你一定要先对我们自己一定要诚实，眼睛闭起来，深呼吸。吐气，好，你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再来一次。你打得太大力了。但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因为如果说他有害怕的话，那你以后叫他过来，他也不一定会听你的。Nice。现在他就会拖你，越拖越少，然后他就会跟着你越跟越多，走哪边都一样。你现在是老大，你来决定哈。Nice， 这个是完美的 textbook 遛狗方式 ，beautiful。